育了。是的。这一次呢，他将与国乐团的老师们一起合作共创，带来两首国风感十足的歌曲。国风感十足的歌曲，那这位神秘嘉宾可有不少这样的作品了。而且在这种类型的作品的演绎上啊，我相信他今天会为我们的这一个舞台带来极其惊艳的表现。我相信在现场的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他是谁了吧？是吗？这医生好像并没有办法把他喊出来啊。那我们喊三声，掌声。好，那我们有请周深。听见山海卷中的风息，光源
尽的不朽传奇，满目盛放在我的眼底，谁吐出韵律，将浪人生气融入了四季。希望我们一切都好，一切都最棒，一切都超。